大家好，我们最近呢开通了百度科技园的无人驾驶的通勤路线。今天呢，我要去百度的北京分公司去开个会，我就尝试用我们的萝卜快跑来下个单，看看能不能成功。好了，我已经叫了车，我看到有一辆无人车已经来了哈，扫一下码，车就打开了。无人车的感受还是挺平稳的啊，我们一直希望能够尽快的普及啊无人车，它会比人安全，因为它装了很多的传感器，而且呢永远不会去违反交通规则啊。无人车普及以后呢，对于交通效率的提升其实也是会很有帮助的，在不增加拥堵的情况下呢，可以放开出行的各方面的限制。无人车也是一个绿色出行的方式，对于碳排放的这个减少也是有一定的这种帮助作用。无人驾驶普及之后呢，其实车会变成人们的一个新的生活空间，可以工作，可以学习，也可以娱乐。目前呢，基础设施、法律法规加上无人车本身的技术三方面呢都在进步，所以我们也非常的期待无人车早日能够普及。欢迎大家来这个体验我们的萝卜快跑的无人车，我给他点个赞。